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医生 Dr. Zhang 的主音兼音乐创作人斯浪明 Romeo。 从小的我就开始很热爱音乐，中学开始不断去追随自己的梦想去接触音乐。这几年来我已经创作了一些作品出来了，很开心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，得到大家的支持。在音乐的路途上是需要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创作，相信创作一些不同风格的音乐的时候，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去继续发展，去继续深造。在澳门做音乐，很荣幸有 Marker 去帮我保管我的音乐作品，令到我的作品可以得到一个合法合理的版权保护，令到我更加有动力去创作更加多的作品出来。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的音乐，支持 Dr. Zhang。现在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刚刚新推出的新单曲，叫做《逃犯曲》，希望大家听。